第十五题，空气中含有氮气、氧气、氩气和二氧化碳等成分，若将这四种成分分别归类为归属为一类，则同属下列何者？那我们晓得氮气、氧气、氩气这三个呢都是所谓的元素，而我们的二氧化碳呢是属于化合物，虽然它们都不会同属元素，也不会同属化合物，但呢它们的四个呢全部都是纯物质，这里没有混合物，所以第十五题问我们说这四种成分分别归属为一类，应同属下列何者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 纯物质，这四样东西都是纯物质。